会第一天买？其实蛮多的。说不定可能也是好几倍。你说跟叶军比起来当然是对，而且去年贺军一开始也说跟叶军一样都没有时间出去进场，这个是很夸张，其实他设计也不错，是很好的高龄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跨界的努力，大家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其昌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今天会长我们在第一位，这么好的位置。会长，你这样看知道他们是哪一队的吗？我如果不知道，我还是会长。大家进场看球，好，没有问题，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，谢谢。对，数量太大，而且他还有11个签照，我自己会敲不出来。对啊，对，思想的，哦，思想一家亲，我知道啊。嗯，统一秀六，你们让我在兄弟相迎当中会。没事，他们也看得很。直棒雄用，哇，可以，好可爱哦。双哥，所以这样，双哥，双哥，谢谢双哥的火箭。又双哥来了吗？双哥，我爱你，我已经不知道跟你讲什么了。好，开始，就丢了。会长不会投。哇！9号，好不好？9号。3、4、7、8，我们会长投的是哇，谁真的有这么好？会长，我先去忠孝东路等你，我从那边投过来。职业棒球场哪一座最大？神仙湖，我刚去过，去玩回来而已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我说我们很惊讶。你们以为周记吗？那个不，不去。人生史上的巅峰就在这个时刻，但是有这种一定要再叫我来。今天开幕真的一定要大家来参加。反正会长说他时常会到台南棒球场，對了對了，我们会请队长 Q 会长跳统一雄佑。哇，很难的会长那种人，对，会觉得呢，你加油，你们东龙比较简单，东龙比较简单。为了这样，我压力不大敢去统一。压力太大。那你拿我们这，我们准备贵宾席，对，都不用票，可以抽冷气，不用，你们安排最棒位置就是在你们前面那个位置。我始终觉得棒球场最棒的位置就在那个棒球女孩前面的那个位置。